个再共聚一堂，非常的高兴哈。那么咱云南，我们继续要来讲解《弥勒救苦真经》。今仔这段就是认识西来白龙子。这句简单说明哦，这个认识的识得啦，唔认识啦。啊，我见啦，讲讲啦，啊，识得西来白龙子，就是识得认识的意思，无唔对啊。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白龙的弟子，咱是咪每咱即马是咪白龙的弟子？咱每一个白龙的弟子。祖师的弟子爱认识、爱了解，咱每一个人拢西方来的洪台原主啊！啊，着西方来的洪台原主是安怎那里只个个人？为什么那里只个个人咧认袂出去？为什么？无明。因为无明，啥叫无明？贪心、妄想、执着来造罪，所以无法度永远伫这个六道轮回，伫这个苦海。人讲三界流浪儿，啊，六道轮回苦命儿啊，永远拢伫这咧走，伫这六道轮回啊。就是因为无明来造罪，啊，所以。无多超生了事，咱本来拢西方的佛祖。我即摆请问咱大家哦，伫咱中国人爱讲外国哦，中国历代来有一位皇帝出家，有人知影啥无？阮伫个天文哦，敢问伊讲牛武帝，讲梁武帝。梁武帝是他很喜好佛法。一概看佛法，但是伊无出家。伊到尾啊，佫困死伫台城、台城啦。迄个火烬，佮包围起啊，佮枵死。皇帝枵死呢？迄因果报应，迄因果哦。你若听过迄个牛母地即个因缘，你就知影。伊做皇帝啊，尾啊佫枵死啊。哎，就是讲踢高坎啊。哦，即摆佫讲啊，讲来加长时间啊。伊讲踢高坎啊，讲卖讲佫讲。有一个皇帝出家，就是舜帝。伊怨叹，讲我本西方一粒子，因何生在帝王家？好无？本来西方的修行人呢，一大修行人，就是讲今仔日会来做皇帝哦，唔是凊彩人会当做的啦，无咱含咪做皇帝啊？啊，做皇帝好唔好？我听你咧讲咧，唔好。做皇帝盖好，啊，但是无开我，无开我啦。所以讲啊，做寡人，你也在寡哦，寡人。啊，皇帝女儿啥？皇帝女儿啥？皇后，不是。有可能无？皇帝讲官人啊，都无人要插伊，怎敢歪啊？如盘滚如盘哦，卡袂着就要抬，卡袂着就要斩头，怎敢歪？所以介孤独，伊怨叹，一定怨叹。伊讲我本来是西方，皇帝偌艰苦嘞，讲敢低点帽啊，甲要十斤嘞。哎，拢全金啊，全啥物啊？珍珠买落去拢足重诶。迄点帽啊，敢逐日按低调着爱十斤，哦，敢那迄十斤戴了嘛万面。所以做皇帝是盖好，啊，毋过无看我，毋知怨叹。我本来是西方诶，纳子，纳子是啥呢？纳吼，或者白纳。英国诶家世吼，咪从即卖英国。应该出家人改善，那有像即马袈裟穿甲水，毋是遐补一工，遐补一工也得白衲衣啦。
摆纳，所以讲我本西方一粒子啦，就是修行人啦。啊，若无就无钱，我落去帝王家啊，生在遮，我搭好啊，住遮咧郁卒。啊，伊有一天咧郁卒的时候，所以一直行，行一间庙入去，伊啊看啊清，都看迄迄树啊脚吼，两个出家人伫遐咧行棋啦吼。啊，伊咱明仔伫遐看，啊看吼，伊敢若看人行棋拢讲话呢。伊本来足恶作的，啊看人个话就连咧行棋吼，到有在赞经诗，赞叹出家人的一首诗啦，啊应该大家拢听足多遍啦吼。伊讲。定位大地三合主，正就是皇帝本人咧讲的啦，这百姓袂使讲正。讲定位大地三合主，讲我是世间天下的主人，忧国忧民自转凡啦。讲我逐日哦，国家大事啦，老百姓啦，连咪风灾啦，连咪水灾啦，连咪啥物话啦，啊连咪要烧钱，有烦恼。烦恼，伊讲我本来是大地主人，忧国忧民，自转凡。好过咧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及增加半日寒啊！伊讲我做皇帝，啊，逐日都烦恼国家大事啦，烦恼老百姓啦。啊，一百年哦，都三万六千日啦，啊，唔达到迄两个花心啊，伫遐惊奇啦。伊伫遐惊棋是毋是悠哉悠哉？我做皇帝是要死啊！人家两个花心哦，伫遐惊棋啊！我规日拢咧无闲啦，啊，较衰两个花心啊，安闲闲，拢怨叹。暗早咧讲，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迄个怨叹啊！生我之后，我是谁？中代圣人皇帝我。合眼朦胧又是谁啦？哈，我简单说明一下。还未出世的时候，咱敢知影啥？讲还未生我的时候，我是啥？啊，啥是我啦？我还未出世的时候，啥是我？各位，咱在座诸位还未出世的时候，咱伫底拢唔知影。我出世啊，知影有我。哦，像迄囡仔红红幼幼，伊嘛是唔知。啊，幼云啊，怎样？你像你像那个是啥？奉叔因孙啊，万叔因孙啊，你敢知影？真是啥？伊嘛唔知。等到大汉啊，像咱即安啊，知影我哦，陈林立川啊，我做万叔啊，也做啥物人？也做伊是啥？啊，有这名，到大汉啊，知影。啊，唔过老啊呢，目前呢咱老，讲目睭客啊，我是个啥？这虽然听人咧讲啊吼，但是哦，这种值得咱去反省。值得诶，这个敢经过哦，啊，未生我，我伫对；生我了，我是个啥？到大汉啊，吼、哦，我知影代志啊，啊，五年未老，要死啊！即句就是差不多是安尼。所以他觉悟，唔那写休息，即个顺治君讲的哈。伊、哦、讲来时好多去时的。空在人间走一回，不如不来也不去啊，也无欢乐，也无悲啊。咱是毋糊里糊涂来，咱毋知安怎来嘛，毋知影。啊，无代无志来出去的世间，啊，即嘛来糊里糊涂搁转去啊。啊，是毋来世间加走一年？各位，咱是正爱珍惜这段姻缘呢。咱南外口即个一般的人无同款呢。安怎无共款？你若想讲共即个时间，就莫讲伤远啦。共即个时间，咱伫遮要学要安怎做法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外口遐人也咧设计看要安怎，要安来做一间啉啦，要来做一间博啦，啊，要安怎设计人安？迄结果是无共款。讲空在人间走一回，好在咱无空空啊来。咱来遮，佮得到遮，好像
爱珍惜这轮姻缘哦。伊讲不如不来也不去，讲刚来才走，刚刚走一年，啊，不如就莫来，啊，敢会使莫来？莫来就来啊，莫来就来啊，这个业力，什么这烂，业到家己烂，那就是该扣，该吸引。所以吼，人讲万般躲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要来出世，互你袂选择是，啊嘛袂互你拒绝。讲我唔卖，啊无我来敬，我来敬我上因厝，再来出世没有？不要梦想，该敬一，今日大拢好家人啊，袂敬一，这就是业力。所以顺治军总安尼出家，讲我做这皇帝是要创啥？卡输迄两个回事嘛，啊，我自己用的啦，啊，我自己用的。其实伊出家，佫一个介大个原因啦，伊就是爱当小贩，当小贩啦。顺治军爱当小贩，讲我一个皇帝，敢若爱一个宫女，爱袂着，伊就无诶，皇太后无爱啊，袂使互伊含宫女啊，我安尼硬不出宗伊去。去庙林遐，看人咧行棋啊，拢开悟安尼，拢开悟。啊，咱捌看过行棋，捌毋捌？啊，有开悟未？看到要一万遍都袂开悟，真正差别都差伫遮呢。刚才今仔日吼来坐伫遮吼，啊，大家懵讲，啊，敢若讲虽然讲，但好像俏风俏淡，这个都是真理呢，因为真理离袂开生活。修道离不开生活，离开生活无得人讲，离开咱本身嘛无得人讲，所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。我要安怎生活？我们活在真理的范围之内，叫做道。安大我理解无？什么叫做道？就是生活在真理的范围之内，叫做道。你看伫外口遐。无求道，无修行的人，伊那啥啥都道。只要我喜欢，佮耍来股啥？嗯，对。上天老母慈悲，看众生本来拢风台无主，啊，伫这个苦海沉沦，无多超生了事，所以降道。上天降道不是无时无尊的哦，哦，咱常咧听讲过去，哦，都在迄个单传独修，啊，咱即卖都非时不敢，非人不传，啥叫非时？就是道不是在非常时期，它不降道，大道不能普传。啊，即卖是安怎？啥？即卖做回乡时期，各位咱甲回乡看卖，即卖灾害有多无？五十年前呐，甲你讲啥物三期外劫，无人要信啦。即卖拢毋免讲就信啦。有看到日本的海啸诶？即卖正现在我拄看到迄报纸，毋是报纸电视啦。澳洲遐，迄车啊，伫外口曝日，外烧呢，会当增加能。热到会当蒸鸡卵啦，超过四五十度以上，伊个铁板哦，啊，迄日头晒，你也看温度偌悬啦，会当蒸鸡卵，你也想看嘛？刷来个当朱辉哥搭来讲，啊，辉哥是我加讲啦，迄朱辉哥得爱足滚的到我度，会当蒸鸡卵啦。所以啊，个地球暖化，啊，想要来安尼，拢个只自作自受。拢咱人家己破坏，破坏大自然，大自然反扑，你无法度控制，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，即个地球哦，若要讲也是愈来愈歹大。你看来大地上好，移民啦、啊，啊要移民去对，弥勒净土，你即摆移民去对拢唔好，我来讲，因为。这粒地球比地球村啊，不是跟咱只有灾害啦，一世界拢同款，拢灾害，所以赶快移民。所以佛来，佛讲，
尤其是弥勒救苦真经，这是弥勒讲的。弥勒就讲来我家上好，来我家，哎，大家要有信心嘛，哦，来我家上好。所以道它是非时不降，不是非常时期，大道不能破团，百姓不能得道。非人不团，啥叫非人？我讲非人，那都不是人，不是人是鬼哦，不是人。非人的意思是讲，不是一般人会当得道。道虽然普传，但是不是一般人拢得得到。咱咧讲三宝的时候，是咪拢定咧引用迄个无量寿经？无量寿经是咪讲？若不往昔修福慧，啊，佫过咧，以此正法不能闻，以此正法不能闻啊！以成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。若不往昔修福慧，福慧对来福。福安怎来？哈，福为报施来。新的福报就是咱过去有布施，所以若毋是因果的报施，今仔无即款的福报。啊，福咧为对来，但是曾经嘛，就是咱因果啊，有一庙人，有一庙人拜拜添香香。啊、哦，淡薄淡薄，人要起庙嘛，淡薄淡薄，人咧化缘嘛，甲淡薄淡薄。搁有伫遐听经文法，曾经咱咧听经文法，过去咱就是有做即款个代志，所以即个正法咱也听得到哦。以此正法，若毋是安尼，若无过去修为正，嘛你听袂到。什么叫正法？真理天道就是正法。剩个哦，啥物青仔公、石头公、啥物碗公哦，迄种种。是一般民间信仰啊，不是说那个不好，那是一般民间的信仰，它不能超生了死。所以过去也没做这些正法，你听不到。以成供养诸如来，就是说我们过去有供养过很多如来，就是佛。如果没供养这些佛，我们这个事情，我们就是求得了，我们也不欢喜。我们求得了欢喜吗？求得了会欢喜，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，我伫《金刚经》，这句真重要。伊讲，若有人听到大乘经典的一句偈，不管任何的一句偈，听到来会欢喜，会生信心，会生出信心，这种人，唔是以一佛、二佛、三四。听到《金刚经》还是《大乘经》法的每一句偈，任何一句偈，会心生欢喜。伊讲当地是人，讲恁爱知影，迄种人唔是为一佛、两个佛、三四五佛正殊善根，唔是干那安尼尔，是以无量、无量千万佛数，无量的千万佛数。所结来的因缘，所以咱求得了，咱今仔日大家当坐大家共同来研究，心生欢喜，法喜充满，对不对？有无？咱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我们都是非人，非人啊！以即马来讲，都唔是人啊啦。咱即马在座拢无啥成人啊啦，啊无成啥，拢半仙啊啦。这也是不是啦，啊，这个人啊，现在非人就是，现在大家都没什么成人啊，都半仙啊，你看，现在大家都成半仙啊，这是好事嘛，给人恭喜。所以因为老母慈悲看到我们众生本来是风台原主，是怎么来到这世间了，哎呀，大家都变一个了，都变一个了，所以因为变一个了，所以没多少人回。所以上天在伫这个非常时期降道，降道，佫唔是大家，唔是凊彩人会当得来。
所以咱会使讲，不幸中是万幸，因为非时就是不幸中是万幸。非人，就是讲人上人、人中人、人人人，啊，我免阿得到，家己拍扑克一个。你叫讲要得到，样简单哦。得到是简单啦，因为大德这样普通得到简单啦。但是要来解大家就不简单啦啦，安对不对？会当来解大家都不简单啦，解大家得要变不是人啊啦。嗯。他们话讲大德普通，但是佛祖佛法无边哦，有三种人无度的，有三种，哪三种？佛是佛法无边哦，但是有三种人他没法度，真正无法度，唔知要安怎甲度就对了。来，这三种。无钱、无关、无钱哦。无钱啦，钱分分。哦，唔是无钱哦。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不见官了。大德波团哦，佛法无边哦，三种人无法度，无缘。啥是无缘？就他妈讲的迄句啦。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以此正法不能闻。过去若无遮含佛祖结遮缘哦，坦白讲啦，咱无法度得到。所以无缘的人，佛祖无法度。有一天佛陀伫化缘，化来到一个所在，迄城门哦，迄城门迄东边遐有一个老阿婆啊，乞食婆啦，啊，一个乞食婆伫迄个城东的所在，啊，佛陀真好意。要甲，正讲要甲度化，要请来皈依，伊唔爱就是唔爱，伊唔爱就是无爱，佛陀无度，结果阿难尊者拄化缘哪到位，佛观察这个因缘，叫阿难尊者讲你去，你度了阿婆，阿难尊者讲师父你都无度啊，我敢有法度，伊讲你去，伊就对你来，伊去了。迄、阿婆看到阿难尊者来，总敢避开，立正站好。你感觉怪奇怪，啊，就来带伊来，啊，就办伊皈依。啊，皈依好，来皈依佛陀，佛陀阿难尊者嘛感觉真奇怪，总请教师父啦吼，讲师父是安怎你凭师父你的口舌，你的地位是安怎，你甲度伊袂对你来，啊，我耳朵还袂开嘴。伊就心生欢喜，爱特别对我来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因讲恁较早，你较早就是冤家，伊就是走干啊。伊你的冤，即就是恁的走干啊。所以咱过去迄个姻缘哦，迄、那个业啦，是八世田中，八世田中内底，迄、那个潜意识内底，要搁似曾相识，看到迄、那个，哎呦，阮头家呢？啊，过去祖干啊，看到头家，拢嘛会紧张。啊，即看到头家来，伊总敢徛起，甲讲啥，答案嘛好。拢一句唔得，不说不出来啊呢。啊，对啦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这种姻缘哦，潜移默化，不可思议啊，人家不可思议。所以你看，无缘啊，无嘛无多因。爱天天啊，阿难尊者有族谱的关系。哦，爱的对来，无信，信是道源功德母，无信哦，一切拢未成立。讲到信啊、哦，咱顶礼拜是毋是讲信的人，亲像啥？啊，唔信的人呢？
听到大乘佛法，咱即马讲这个叫做大乘佛法，讲听到大乘佛法会信的人，亲像鸟上尘啊，秋鸟，即增加去摸到垃圾，增加摸到垃圾多啊少，小夸，人讲讲增加歹啊，增加歹啊就是足少。讲听到大乘佛法会起信的人，亲像鸟上尘。啊，唔信的人呢，亲像大地震，大地遐大啦。啊，信的人亲像增加歹啊。所以无信不立。讲到这个信哦，我也是讲来，甲大家做一个确认啦吼。其实咱定要讲往生弥勒净土，在咱大家的心目中。想起是不是讲介困难？会介困难未？不要紧啊 ，A 就 A， B 就 B 啊，大家较有级别啊，大家听这句啊啊，我是没有在做，还是我有在创啥？咱对弥勒的净土、弥勒这法门有信心无？一定有。所以我为什么在问安？其实不是很困难，你莫甲想甲足困难呐、啊，因为咱真。往生弥，我再讲一遍啦。往生弥勒净土不是就近成佛，那依然在这注意，包括许阿仔来进宫要做佛，其实谈不上那种条件啦、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咱进宫要做佛，咱只是凭啥对一人会当做佛啦？我家己想啦。所以咱进来这待业往生，就是讲我伫遮一段姻缘结束了后。我发愿，我有心要来做弥勒佛的弟子，我要来换一个环境去修行。你看弥勒佛有拒绝人的理由无？我特别甘愿做你的弟子，啊，我要去换一个环境。我伫遮知影我修无够，我忏悔，我一个待业往生来遐继续修行。我有一个机会，等我来遐继续修行。你看咱弥勒祖师会敢拒绝未？会敢拒绝讲唔系，不行。你有听一个广告无？那讲到穿漂亮人就去啦。咱就讲看伊个家啊，遐健康，啊想讲要我等下台要搞咱新妇做回来，要台哦。伊个讲不行，都要做基金。你看面我就敢讲不行，安尼袂。做唔知影未？伊欢喜都未有啊！为啥物？佛来到这世间，就是要度化众生，就是要设一个弥勒的净土。无用迄个净土，是歹伊家己要度。伊家己伫遐嘛无伴，就变寡人。弥勒佛伫遐，伊若无接引咱众生，伊就变寡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发愿要往生，其实。老人家高兴都来不及啊，所以我甲大家讲，咱莫甲想甲伤困难，只要咱莫想超过啊，不要太超过。这个听得熟悉啊，你太超过，咱莫想白目，啊莫想超过得，咱得到了入愿了愿，莫翻身蹦得勒索马天，莫起诉的做。我相信我每一个人拢有机会。因为佛是慈悲的，佛无理由拒绝人。哦，弥勒佛，你甲拍波啊一下。大家眼看大家嘛拢认的，大家拢认的，迄天就来啊，迄天就来跟接顿。咱来看一段母训哈。大佛门，这是老母吼，伊感叹，啊，讲一段佛门真长，啊，我甲浓缩吼，就是讲，咱这个世间，老母先命令五教圣人来读书立说，啊，读来做经典，读书立说，各化一方，然后大家拢变起哩啊，故啊，大家拢变起哩。大家切勤三物，啊、哦，切勤三物，
啊，这个搁切简单的法律主，哦，有一段，啊，大家啊，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哦。好，来，咱拿抄，啊，拿读，啊，咱做来读一遍，咱做来读一遍来，一二三。读书，读书咪读书，读书。二二六六哈，我读一遍哈，我读一遍。无名五行，结教因缘，度书立说，国法一方，法依理同，奈何心痴，诸道人机，无眼忍见，再欠三佛，国念书名，戒令。关张礼业，当作天盘，普修文素，四果培养灵气，三则天智。哎，这段就是讲，咱开天辟地了后，老母生命五行来设教因缘，咱进入五教。咱是不是问我教？来，我教对我教。好，色、德、如、回、呀。好，色教就是我教。因缘的意思，就是咧普度有缘人。是毋是五教生来这个世间？啊、哦，咱早期的这五教，咱一贯都也未大德也未普断的时，是毋是先五教？色教因缘，无明五性，啊，这五个五教的圣人来，色教的圣人上。哦，咱讲世尊啦，哦，讲世尊，好来，哎，啊，道家咧。儒家嘞，佛教嘞，对是，第一个字不对的，一个和和和美的和，和道子的和，道子的道。好好好好，和。他再一个法，道子的和。记呀。哎，他再来一个法，白色的法。哦，好好好。啊啊，基督哈，耶稣了哈。无明五行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、老子、孔子、穆罕默德，啊，甲耶稣基督，生灵五行来到这世间，度书立说，
来，释迦牟尼佛讲什么经？《大藏经》49年，你就无法度啊讲伊讲偌济经啦，但49年讲一部《大藏经》，老子较有代表性的什么经？《清净经》甲《道德经》。甲《道德经》孔子的《大学》甲《论语》啊，这种代表性啊，不是干那安尼啊。阿回教代表啥？基督教嘞，无明五性，释教因缘，度书立说，国化一方。啥叫国化一方？释迦牟尼又出世伫底？印度。老子甲孔子出世伫啥物所在？中国，穆罕默德也出世在中东，基督教出世在西方，是不是各化一方？是不是各化一方？所以先先我教各化一方，所以咱哦一般的人，有人拢咧感笑，讲一贯道无经典，一贯道也无啥物代表性的物件。啊，拢摕五教圣人的这个经典哦来伫演说啥物？其实佛陀，其实吼、哦，咱师尊介侪人拢笑咱一贯都无经典，师尊。师尊老大人才讲，因为头前才有时间讲。伊讲五教圣人，五教经典皆备，何须何须画蛇，搁甲画脚？微传三宝心法，气梦尊真妙诀。五教圣人做书就说，是咪咱头妈甲咱讲过？我教圣人的经典已经敢准备好啊！师尊讲，茫搁画蛇搁添加，夜工笔足行不如蛇。夜工是毋是几百只脚？爱走的比蛇较紧的。你蛇哪个画脚嘞？蛇哪个加脚嘞？我看伊毋知要安怎行。迄只假敖，假敖啦，画蛇添足的假敖。所以师尊讲。经典拢已经敢准备好啊！我唔免阁做经典啊！微传三宝心法，是咪师尊来跟他传三宝给咱尔？师尊寺庙来到这世间，是咪传三宝心法？啊，有写到半字无？无写到半字。微传三宝心法，气梦尊真的妙诀。咱人会伫六道轮回，就是因为妄念。妄胡白想念啦，妄念，迄、那个念若起起来吼，迄、那个念若起起来，它就无限上纲，一直想要甲得甲得，或者执着。执着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念头若生起来，比如讲我看到什么我喜欢，啊我想要爱，啊要爱了吼，一种开始一直想想甲想尽办法，不择手段甲得甲得，安有个作业无？我要爱的物件爱袂到，我用介侪手段方法咧甲得到，安尼有阁作业无？所以永远拢咧轮回。师尊传这个三宝心法，就是讲要起妄，妄就是迄个妄念啦，起起来时，迄、那个妄念啦起起来时，咱要安怎如何自心一处？三宝心法就是要自心一处，安尼这个妄念。无去了，迄、那个真诶就显露，敢若传即个妙诀互咱尔，
跟他团结的妙法，咱都未来的话都明心见性啊。所以咱加咱三宝心法，就是简单的事，你重复的做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一贯道的殊胜就是三宝心法。讲佛法为团本体，殊殊密土本心，这个叫心法。所以咱是得到殊尊殊妙的心法，行先智慧的闭关啊。所以无去做经典，我搞经典的拢敢做好啊。法义理同，每一个法门变我五教，伊个法门无同啊，这法义义就是无同，法门无同，啊道理有同无？法门无同，道理是相像。来，咱即摆来看讲有同款无同款，有时间无？坦白说，三教一理，五教同源，法门无同，伊道理是不相像。来，是毋是拢讲心性？是毋是拢讲心性？是毋是心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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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门无同，啊，伊道理有同无？拢讲修心，拢讲胜利，拢共款。啊来，伊个结果明心见性。来，道家咧。儒家嘞，讲不出来啊！哈哈，唔去讲出来。来，我相信这恁都唔知啊。清净翻译哦，你看，有人讲一无，我教人讲感官无，啊，五教，然后三教一理，我教同源，所以老母敢讲。因为分五教，各所在人事地物的环境因缘拢无同款，所以才得爱化作五方去摄教因缘。法门虽然无同，但是个道理是同哦。奈何心痴？这是啥？破病的病啦，伊在破病的病，啊内底加一低，叫做低见，低见已经有病啊。伊讲奈何心痴，咱的低见已经有问题啊。咱低见即摆有问题无？看法、观念拢无同。为什么那个讲奈何心痴？画地自牢，情书制作，自入门户。大概讲主导人机啊，这句熟悉熟悉无？做错两个囝，一个叫曹，啊个一个叫曹植，对不对？两兄弟是要相杀，啊相杀的是讲你行七步爱甲我做首诗，无特别赞。行七步呢，这两三时我那真爱想一首诗出来。迄款迄若无，巴肚内真饱，无多。伊在讲一句千古的名言，讲主导人道机，主导人道机，道在府中去，
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另外行七波龙这句话，上下这主导人导句，主导啊用导个你行啦，主导啊用导个你行，安尼是咪讲一张？无导个哪有导啊？哎，即马调伊个讲就讲，你主导啊用导个你行，啊道在府中去，就讲、是、这我导啊，我伫顶哩滚皮薄跳。哎，会你小会艰苦未？哭啦，气就是哭。我伫遐咧哭，豆啊伫顶咧哭。讲本是同根生，即丛豆果甲豆啊是毋是共一丛根？共就是讲咱是毋是一母之子，一父之道？咱相像的，为什么咱要自立门户？画地自牢，即家袂使行过迄家。哦，我那边哦，较早伫个东港迄路面啊，迄对一组咱卖讲啊，歹势讲啊，别一个主线哦，共一个主线，无共个点转数，安尼长安一抓哦，会隔埋两三间有佛堂，遮袂使到遐，遐袂使行过来到遮，安有主导你人头机无？安有助力门户？所以，无眼忍见。老母看艰苦，为什么那会艰苦？救了原是母分灵，一格不归心如坚。救了原灵，所谓一切，拢老母化的呢。啊，你今仔分别干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一个无转来，老母艰苦，所以不忍心。老母不忍心，再欠三分。来，三分是上三分，哪三佛？再欠三分，各领使命。三分就是弥勒佛、师尊和师表。个人使命，哎，弥勒的使命啥物？成立弥勒净土。师尊呢？母亲呢？是咪？再见三不公命使命，每一尊佛落来，拢有伊个使命。弥勒弘一开净土，弥勒弘二开净土。为什么要开净土？要摄受咱这众生，换一个环境去修行，修到自性不退转为止。师尊来，当时民国36年进行。所有大江南北伫短短期间来十几年，咱来到蒲团甲大江南北，所有哦，都无进皇殿。36年，时阵归空了了，换宝金来接命。迄阵开始就是要哦，定半金，搁称金线。迄阵就是办理，就是咱进幕后一族，伫咱进来做幕后一族，要来普修一元经济啊、哦，所以。个人的使命无同，三佛来了后，大哥继令继续搁在命令，官、张、李、叶，官就是啥物人？丁秘书长，张辉哦，啊无，终于大哥大，对啊。丁法师住了，李法师住的李先做，啊，他甲咱岳法师住，你看，命令先遣三不来，再个命令关张李业来做法师住，东座天盘，较紧来辅助，咱的明日救国经验讲辅助明日成大道无，赶紧来好完成，哦。东座天盘，颇修运数。什么叫做运势？
温说的是啥？就是集足最无名的众生啦。啊，是唔是咧讲咱？唔是来咧讲我，唔是咧讲恁。恁未啊？恁外面咧？你看，就爱搁麻烦五教圣人来，先来无大紧，读书入说搁无够，赶紧搁切三佛来，来弥勒佛，所尊寺庙搁再来世间，搁派法轮主要来当作天盘，赶紧就是要度咱这集足最无名的众生，就是要甲咱普渡。高月啊，四高别用灵气，三则听旨。所以咱今来讲，识得西来白羊子，咱的心里这个白羊的时期，其实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你看咱今上是咪万事皆备，咱大行拢总有啊呢。那讲万事皆备，只欠东风，哪个东风？师父引进门。修行在个人，三宝心嘛，你跟传落来，然后他妈跟人讲，三宝唯传，三宝心华，气旺纯真。咱会直接六道轮回，无多跳出这个苦海，就是因为咱的妄念伤多，看到遐爱的，啊，听到无佮意听，开始巴肚来煎甜粿，开始想要报复，啊，报复的，迄、那个想要报复的是，是毋是佮作业？所以永远就是这。所以，咱的三宝心话就是讲，念若起起来时，你较紧回归自信；，迄、那个妄念若起起来，你赶紧甲回归咱的自信，就是修伫这个所在，回归了，迄、那个妄念全无去，佛陀念的，搁再念佛陀，安尼妄念消除了，真的出来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咱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简单的事，我们重复的做，将来。咱绝对会咱达到咱要爱的理想，达到咱究竟圆满。咱逐日也定定安尼，吼，只能讲用的是咱来做三宝心法。这三宝心法啦，有的讲，有一句讲，肉人呐、啊，讲肉人静坐一刹那，性坐行刷七宝塔。这句话是安怎讲？咱修三宝心法时，是不是不是介久的时间？迄、那个刹那，迄、那个刹那就是安怎个刹那？刹那就是瞬间。啊，是安怎讲个瞬间？到明仔讲我静坐安瞬间就会怎什么？迄、那个瞬间哦，伫天人讲，咱弥勒个净土一日一日也是人间四百年。迄、那个瞬间多啊多偌久嘞？多啊亲像咱目睭多啊。念落啊，还未剃开咧，拄仔在瞬间，拄仔安尼时间，因为遐一日一日人间四百年，所以讲讲，哪会当静坐一刹那？虽然咱咧小三宝心话时间无长，时间无久，唔久咱会当定定坐的话，性坐行刷七宝塔，啥叫做恒沙？恒河沙，印度有一条恒河，迄条恒河哦。几啊？有几千公里啦！啊，几千公里的跨，爱刷有偌济，你毋知？迄刷是不计其数，做无量。所以讲，咱人来当静坐一刹那，较赢恒河沙，坐恒河沙遐尼济的宝塔，看你做偌济功德，都较输你一个啦，较输这個。就是讲，咱的三宝心话较赢。所有一切的功德是最殊胜的。这三宝心法就是要还清净，要还自性现出光明，要还恢复本来面目。所以一贯道的殊胜，咱讲识得西方西来白羊子，咱一个每一个人拢是西方来的一个洪胎元仪，是因为无明作业，搭伫遮六道轮回。今仔日咱所有一切该得到的拢得了，他妈我讲一句，师父引进门，而鬼个啥？对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咱哪会当安尼的话，我相信讲，未来咱个个拢会当伫弥勒个净土，咱个底下再见面。
安尼好唔好？好啊，好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谢谢，点完是慈悲，三大家请坐。